那么说到 3D 打印的血管究竟如何来进行动物的体内实验，还有就是科研人员如何对于实验动物进行长期的监测呢？我们的记者在经过允许以后，独家进入到了动物实验的手术室，来看一下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此刻实验人员正在进行的是一项非常特殊的实验，他们要将一段 3D 打印的生物血管植入到动物体内。那今天实验的对象呢，是一只6岁的恒河猴。在这个保温箱的内部呢，所盛放的呀，就是要移植到猴子体内的 3D 打印的血管，内径是4毫米，长度是2厘米。那他们将会被实验人员植入到这只恒河猴的副主动脉上。记者看到 3D 生物打印的血管外观上和普通人工血管很像，但实际上内部由生物砖组成的生物墨汁才是其最为核心的关键部分。所谓生物砖，其实就是一种精准的具有仿生功能的干细胞培养体系。不到2个小时，这段 3D 生物打印的血管就被植入到了恒河猴体内。与此同时，科研人员会对早已进行过血管植入手术的恒河猴进行各种数据指标的长期监测。这个是做了70天的，超声机上可以看到血流的频谱是非常一致的，是没有狭窄的。科研人员介绍，这样的超声波检测基本上每2周就要做一次，监测植入的 3D 生物血管中是否会出现血栓，以及新植入血管和动物本身血管的相容情况。通过这个 CT 的造影，然后做三维重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血管非常的通畅，可以看到这里面有2个圆环状的东西，里面这一个呢就是内膜啊，它已经分层了，就是说打印的细胞已经长成了一个血管的形态，一个完整的血管的形态。